哇，自然生态研习营活动，今天真的是来自然生态研习啊！莺歌区五里北莺里，自然生态啊，自然生态很漂亮，一二。出场啊！再来一个，等一下啊！因为有的人没有进来，来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很棒，一二三，撤 ，OK， 太帅了，好。
你们好好玩哦！你带朋友去找他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真的啊，你们。然后呢，我用在中间种的香蕉，两个香蕉网咯。好，两个香蕉网之后，我在后方又种了一颗那个相思树，但是我只要拿起手机就是帮各位拍照录影，一二三耶，前面的都是男女主，第一名，你看第二名跟你落差了将近100公尺，哎，你这个拍照，三年。21.5年，好，好棒啊！没有，我本来没有，我们这个年轻人也有啊，但是我没有领，我就弄个好像的，往这边走，到河床边等我，我再介绍，对。河床边等我哈，我帮你们解说一下。哇，你看看，每一个人进来都是美女，是呀。啊，对。芭蕉，我种的时候被台风吹倒了。芭蕉，那为什么叫木瓜丝？我种了很多木瓜，没有长起来。等一下我来讲为什么叫木瓜丝。这一对夫妻两个很棒哦，表现得很好，标准的，一直手牵手，他们两个回去一定怀孕的。哦，对对，有没有？这边笑的人啊，嗯，这样，我老。哎，对啊，那个对了。都用油洗吗？哎，马上油洗，马上油洗。耶！啊，你有白的破死的。耶！耶！你对你老婆怎么没有在身边跟你手牵手？对，老婆没有笑。哦，手牵手才会怀孕呢、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老婆在怀孕中不能笑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好。OK。
我们台语称这边叫后山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英文讲后边是 back， 我们德鲁古讲后边是 back， 不贵。结果汉人朋友一听啊，不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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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耶，是哟，耶耶耶耶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前方有个吊桥？那个吊桥啊，黑色的吊桥是日本人留下来的。结果那个黑色的桥柱啊，我们用了30多年。结果呢，我们对那个部队来这边打靶，结果过来打靶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承载量的限制，部队一个接一个的就上岸了，上桥了。结果打完靶要回家的时候呢，肚子饿了。那个指挥官讲，快走走，用跑步的一个接一个的上去。结果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部落天摇地动，满天烟灰，下来一看死伤100多个人，好可怕。所以以后你们到任何一个景区哈，只要看到这个桥上面写的承载量10个人，你是第11个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进去，那个很可怕的。不会不会，我们这边会广播。我们这里哈，看孙运璇先生，短短的4年，全部给他恢复供电，然后供完电之后啊，他有一个厉害的地方。他在上方啊，10公里盖了一座全东南亚最大落差的龙建发电厂。那个时候花莲有10座水力发电厂哦，10座水力发电厂的总发电量的52%，龙建提供的。所以你们去思考一下，52%龙建提供的，那其他9座发电厂的总发电量只有多少？48%。所以一个龙建发电厂胜过其他9个发电厂的发电量，所以这是孙运璇先生最佳的杰作。更厉害的是，日本人这个引水隧道下去4公里，给他再重新发电之后呢，送吉安平原灌溉，日本人灌溉955公顷，结果孙运璇先生的灌溉多少你知道吗？2550公顷。所以孙运璇先生很值得敬佩哈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再往上走呢，你会看到对岸有个水帘瀑布，这些人就是要去水帘瀑布的哈。那个水帘瀑布啊，现在不能进去了，所以我们没有走那里。那个就是为了要保护上游50公尺的引水隧道而盖的，结果呢，现在变我们的观光景点了，啊，所以等一下我到下一段了，我们看到它，我再来讲它的威力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请问现在隧道还是搞砖块？各位贵宾，如果像现在对面啊，水帘瀑布很多人哈、啊，如果到那里去的话不得了哦，那个负离子非常的强，而且呢分多精也非常的棒，所以到那个位置、啊、你会觉得很舒服啊。对对，那是他们都是违规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违规。等一下哈，你们的感情不好拉。哦，这个很好，全部进来了。好，1、2、3，2、3，耶！换动作，1、2、3，哇哦！好，手全部张开来，1、2、3，耶！好漂亮。这是往上走100公尺，又准备上岸了。有没有人想要喷喷水的？不要、啊。
如果有人想喷水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留个十分钟让你们喷一下水。对对对。好，先看这边，耶、yeah ，很好，好，往外，往长的地方来，远处的，耶、yeah ，是哟，是哟，好，是哟，很好，是哟。不错不错，风景石，对，这是山水画，很厉害。这个把它当文证。耶、yeah ！哎呀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好，再来一个。等一下啊、哦！一，哎，这个，来看我，一二三，耶，是哟。来看我一下，耶，好哎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！来看我一下，啊啊，不，就是不看我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哦！来。耶、yeah, ，来来来，你看我，耶、yeah, ，好嘞，来跟德勇打个招呼，很好，很好，耶、yeah, ，美哦，纹路，服装的纹路很美，人也美，纹路也美，就全美了，十全十美。小姐是福星啊，她来了，你看没有下雨了，居然可以这么棒的经过这个地方。对，马上就到大草原了。对，不要走这里了，我们走很棒的路，等下回去那个路就很美了，很棒了。就是那个大草原，你看山东水报盖一个大草原在我家旁边。哇，后面的山岚也很漂亮，后面的山岚好漂亮，山岚好美哦，你们很厉害。Thank you.
哈哈哈哈哈！他要找年轻的。我们要回去，上面路很好走了。上面的路很好走了，马上到草原了。往上攻15公尺就是草，20公尺就是草原。非常漂亮的草原，来看我耶！哇，感情很好，好耶！哇，各位打个招呼，手举起来，耶！好棒好棒好棒，后面还有山岚。哇，收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了，全部进来全部进来全部进来，来小朋友进来。哦，这个山岚太美了，哦，这个层次感就跟梦画的一样。好，这个再拍照，来来进来。好了，美女进来，美女美女美女，哎，进来。我是说你是美女，你就要进来啊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你们回去看了就晓得它有多美。这个中国大陆也不过如此而已啊！一二三，好，换动作。一二三，哇，全部手张开，一二三，哇哦，好美哦，这个会甩奶的，很好 ，good。有倒影啊，倒影，哇，有倒影啊，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倒影？哦，后边的景色都是完全错了。红门村，木谷木鱼，木谷木鱼，对对，其实木谷木鱼就是清水，那个下面那个人寿桥以上就叫木谷木鱼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不能进去，路没有路。对对。哇，你是女主角。女主角，哈哈哈哈，最佳女主角。我给，哦，真的，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哦，怎么那么强？就是那个拍照的那个。啊！哇，那么强啊！耶、yeah, ，可以上来了。对，拍照录影，你们晚上就看到影片了。YouTube 就写你们那个2021-11-13，哎，今天13呐，13对。然后北英里就看到了，哎，莺歌区北英里，哇，水哦，哦，你80几岁了哦，大姐，你要活125岁以上啊，啊，80岁还那么健康。哇，这个太健康了，
笑脸迎人，这个不会老的。哇，你真的有八十吗？怎么看起来跟六十岁不到的一样？这个是baby face。好，健身操。回来可以准备吃饭了哈，我们的餐厅门口在那里哦。等下洗完手之后呢，我们餐厅门口有个那个温度计跟那个酒精的喷洒器，你的手稍微接近一下那个酒精的喷嘴就会喷水了。龙须菜啊，而放到山里边一个月以上，开始喂玉米喂牧草，他自己找虫吃。什么时候要把鸡抓上来抓下来分享给大家？当鸡在树上睡觉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这个鸡的先决条件一定要在树上睡觉。他要不在树上睡觉，我们不会抓他哈。所以你们今天吃的这个鸡也是非常有机的放山鸡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